请了亚纳芭蕾舞蹈中心的姜文芭蕾舞蹈老师来跟他一起演出这一曲《中国加油》。你嘅掌声啊嘛，彩带舞《中国加油》嘅。 掌声好吗？多谢晒，多谢晒我哋芭蕾舞蹈老师方文以及2007年度纽约华裔小姐。下次谢谢华裔小姐王莹以及她的舞蹈老师姜文先生献上了第一个舞蹈表演。交给那个筷子师，来来来，拿过去。
刚才那个黄莹和两位小姐他们所去筹款的款项的时候。